我爸怎么就突然犯病了？你先躺一会儿啊。 急救医生说打幺二零的人叫朱大鹏，我查了一下急救地点，就是朱大鹏他们家。我爸去那儿干嘛呀？不知道啊，估计气不过找他理论去了呗。真是，你药费公司已经垫付了啊，会同你公司里扣。十一啊？啊，爸，这位是，我是侯爵，说。 我是那个十一的客户。哦，坐坐坐坐坐，好。十一啊，你怎么让客户来接我？这都不好意思。是我们不好意思。十一本来早就能来了，但是中间我有点事儿，就给耽误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 那钱钱，我作为十一的客户，我要替十一感谢你，感谢你替他来看他爸爸。公司有规定，队员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管家里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必须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，公司会第一时间到队员的家里给予支持。哦，那十一，我得说你啊，你以后啊。 你得把我当成兄弟，当成哥们儿。有什么事儿直接说，以后我们像这种问题，我们要先把正事儿办了，再回去打架，对不对？打架打什么架？哦，没有，他们说是游戏里的打架。哦，这话你说反了吧？你应该把十一当成你的哥们儿啊，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我们工作？ 十一就是我哥们儿，十一你就是我哥们儿啊！歇一会儿啊。十一啊，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哎呀，爸，你看你这做手术的事，你又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事儿别跟你妈说哦，她来了。 我死都死不按手。是吗？什么？你知道十一的父母离婚了？知道。十一的父亲因为投资被骗，欠了巨额债务。这些年他不停的工作为他父亲还债，他掏空所有的积蓄，车卖了，住在公司宿舍里，不舍得花一分钱。 可以说是节衣缩食，对自己特别的苛刻。说真的啊，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了。侯先生，这份工作对十一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难她了？她现在真挺难的。我也没为难她。十一呢，个性强。 不喜欢跟朋友们说他的难处，我跟你说这些呢，是因为我信任你。但是也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在为十一求你，我只是希望呢，不要因为任性让他丢了这份工作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队员如果被退回，都会被记录在案，想重新上岗就非常困难。如果这样，十一父亲的债可能。 就不知道该怎么还了。你也看到了，十一他非常的孝顺，这件事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。咱们俩到底欠了多少钱来着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私人的事情，我就不方便多说了。好，行，知道。谢谢。 十一，哎，我先走了啊，我们公司还有事儿，照顾好叔叔。叔叔。
您好好休息，过两天我来看您。谢谢您啊。叔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去送送啊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看见我手机了吗？啊，我给您收抽屉里了。好。好。行，麻烦你了。嗨，跟我说什么麻烦？走了啊。再见。哎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在这陪我。医生一会儿会来检查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不走了，今天不走了。你爸这刚做完手术，马上得有人陪护。一会儿我跟那个护士租两个陪护床，陪你这儿待着。正好也到饭点了，一会儿要打饭了。你陪我在这儿陪我爸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不得保护我吗？你确定？哎呀，没事，你快叫你朋友都走吧，我陪你待着。那委屈你了。哎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！那小陈，哎，来了。叔叔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好好好。金弟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陪我爸就行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嘞。饭到了啊，出来打饭了。打饭了，打饭了，快快快，饿我一天了，快快快快，吃饭喽。这花卷还是什么呀？这个。该想吃什么？丸子，我要丸子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个。你别动。我来排骨。土豆的，还有李初啊，我老五，我去找那个大鹏谈了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澄清一下。不是我们家十一有问题，是那个大鹏见异思迁，他是个混蛋。我见到那个女的了，他自己亲口承认的。我让大鹏打电话跟你解释，他不答应，他就不说。这事儿我不能不说呀，这关乎我家十一的名声。大鹏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。哎哎。说那个光屁股那哥们儿呢？好了好了，那我挂了。哎，十一，我给你打饭去了。这是。我让他们都走了，今天我陪你。这哎，对对，今天叔，我俩一起在这陪你啊。这不合适，工作忙。人家小侯也有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叔，您呀就安安心心养病，我俩一直在这陪着您，我就当这个体验生活。这生活有什么体验？来吃饭吃饭。别操心了，大馒头来一个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吃不了这么油腻的，你先吃吧。吃不了吗？嗯。你吃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那我吃了啊，我吃了。爸。你渴不渴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笑？我是真担心你。那我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？哎，我是不应该相信那个刘铁浩说的话。像他们这种人啊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放手。我后来又给了他5万块钱啊，我让他收手，他已经不听我的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当然不希望他伤害到侯爵了。那他会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呀？那你想想，他要是那么干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是他的财神爷呀，对吧？
我让律师打听一下，至少要判他3个月到半年的拘禁。我想他出狱以后就会要用钱，就一定会来找我。太可怕了！要是被这种人讹上了，那可就没完了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，啊？我们不能就这么离开了，我们要利用好这3个月。不是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小敏，你想不想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跟我生活在一起？嗯。想不想我们去个环游世界？你们。回去吧，不用陪，都那么忙。医生要求的。哎呀，叔，你别赶我们走啊！我还没睡过这种床呢。这孩子，这陪睡床有什么好睡的？我体验体验，感受一下集体生活。哎呀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咱俩需要剪刀布。够了，谁赢了谁先洗脸刷牙。你赢了。好嘞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这小侯总他多大了？26。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？你说对了。对不起啊，怎么了？我跑去跟那个混蛋打架，你为了保护我，连老爸生病都顾不上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不靠谱过。现在林丹也不晚。哎，你那个混蛋前任到处造你谣，还把你爸气病了，你不想报复他一下？行。太好了，那咱们还能做朋友。真怕你大气凛然的跟我说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如果没有爸这事儿，我都已经把他给忘了。哎，我挺羡慕你们父女关系的，替父还债，现代花木兰呢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不告诉你。我可是一边还债一边抱怨，我看见我爸就一肚子气。别夸我，再夸我，我以后就不好意思发脾气了。那你就别发脾气了，你那么伟大。你和侯总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不生气的感觉？没怎么，他对我妈不好。可以说说吗？不可以。哎，我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我终于决定答应你，以后我尽量，尽量不惹你了。以洁平必要时，可以作为呈堂证供。
哈哈。晚安。晚安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胡总，什么情况？按照公司的财务管理规定，账户的三个 key 分别掌握在我、会计和出纳手里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，key 都在，而且财务部办公室的门和我们抽屉的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。监控录像调取看过了，转账时间点之后没有异常人出入过财务办公室。警方怎么说？经警第一时间赶到，调查取证之后已经走了，初步怀疑是有人用病毒侵入了内网，调取了三个密室的密码，成功转账。能查到这笔钱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对方账户在所罗门群岛，和我们国家没有司法协助协议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际洗钱组织会帮助国内的人在所罗门开设账户，所以很难追查。不是，那很难追查，要想尽一切办法追查。两千万啊，就算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这事儿啊。几乎不可能。上次我们公司内网遭受攻击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安排了防火墙要升级了吗？是的，我们聘请了最专业的安全公司，做了网络渗透检测，安全加固。可是这次的黑客似乎太厉害了点。那你们要想办法，想办法啊！马勇，别嚷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没有办法防范，是这意思吗？如果是有针对性的高端黑客，防不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还有，这个消息千万不能外露，听见没有？好的。侯总，现金支付账户被转出2000万，而且现在我们账户只有221万，有8000万的应收款，最快要到下个月3号才能到账，但是明天还有580万的应付款，您看怎么处理？我会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来应急。马勇，啊，这个事你来办。啊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先去吧。啊。公司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？侯总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咱们该追追，该查查。
我想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这几个财务停职了吧。暂停他们的工作，公司怎么运转？如果真的是这个黑客干的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会再去银行开一个基本户，如果再出状况，那就证明这个黑客一定是公司内部的人。对，我觉得这话您说的有道理。我侯志荣这一生遇到无数的对手，但是手段如此高明、不露痕迹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遇到。看来这个黑客针对的目标不是侯爵，是我。可笑的是，我到现在为止居然连一个怀疑的对象都想不出来。红姐，一会儿把这个月的财务报表给我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小红，你对一下这家公司。护士您好，请问一下，武天逸住在哪个房间呀？武天逸是吗？对。哎呦，叔，您在这边可真得注意点身体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。你这又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呀？听鞋跟声就知道你来了。姐，您坐。叔，我给您打壶热水去啊。啊。谢谢啊。好嘞。怎么你成姐了？挺好一孩子，就是眼神差点意思。怎么的？证明我年轻，是你这个大叔眼神差意思吧？这谁请的？小猴请的，挺不错的。十一告诉你我住院了？不然呢？看新闻联播看的。我没事儿。这么多年生病，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？别担心啊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这是有个幸灾乐祸的机会，找乐子来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又得拖累十一吗？你说说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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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乐会儿，就忙你的去吧。十一都安排好了，还有护工呢。你到底怎么弄的呀？我去找那个大鹏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的？他家里还有一个女的。那女的上来就承认，是大鹏出的轨。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个渣男！大渣男，把我给气的。醒了以后，我就躺在这儿。好你个朱大鹏！你干嘛呀？要给他发微信？发什么微信？我早把他拉黑了。我听说，现在他正在参加十大人气作家评选，现在排在第十位。比第十一位多200多票呢，好像投票截止到今天中午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为中国的作家行业铲除害虫。完全赞同。这这这这这，哎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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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张老师好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张老师这么着急找我们来，什么事啊？一人拿一袋吧，来吧。老师，这得哭多久才用得完啊？
今天要哭的不是你们。来，我跟你们说。阿姨们好。哎，好。小朋友们好。你好。阿姨啊，送给您一包竹飞纸巾。哦，好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也有啊。大姐您好，请问你们有时间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大姐。阿姨们，打扰你们一下，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网络十大作家评选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投个票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然后投票给63号。这是送给你们的竹飞纸巾。好，阿姨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感谢啊，加63，谢谢，谢谢。写了一晚上啊，辛苦了。嗯。啊，今天天气好好啊。写到哪儿了？我来看看。嗯。这不还是昨天晚上的地方吗？我怎么跟编辑交代啊？我也想写快点啊，没思路我能怎么办呀？嘿，找借口是吧？哎，你给那个网站打电话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打呀？你明摆就是被那63号给黑了，你得打，你得投诉，投票不能算。那63号作家我认识，他别宅系的，老实人，出了名的。我说他黑我，我会被骂死的。那被骂是一时的，官方给的结论是一世的。再说了，明明就是他黑的你，凭什么不投诉啊？那也许，也许是他的粉丝组织起来给他投的票呢。对，主要是我不想惹麻烦。你受委屈了，你还不想惹麻烦？每次跟你一说正事，你就睡觉。真不知道当初看上你哪儿了，小妹。嗯。你跟我在一块儿开心吗？就剩开心了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要是以后我没什么成绩，也挣不了钱，还总让你失望，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我养你呗。真的？你今儿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别打乱我思路。你说这个男二号怎么那么渣呀？放着一个好姑娘不知道好好珍惜，写死他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德行。做早饭去，饿了。哎。田总监的账呢，我反复都核对了，账面非常的清晰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田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务，头脑清楚，人也踏实。应聘那会儿我还记得他的简历，他是当地的高考状元，2次奥数比赛的第一名。大学专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而且精通计算机软件编程，像学他们这行的智商一般都比较高。我希望这次的调查结果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。怎么样，写好没有？这块口感肯定好是吧？这是吊绒啊，就它，就它，你确定啊？确定，就它，快，穿吧。啊，1020。行行，就它。行啊。行。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大出血啊？平时你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啊。你不懂。那个零头我就不给你了啊。哎，没事儿，这么熟了，行了。
慢走，最好的肉，最好的，我保证。哎，娘，出锅了，出锅了！哎呀，挑个大点的，挑个大点。哎，等会儿，小飞，放我这。好嘞，好嘞。快快快快快！加点花椒。行。哎，来，天哥。你抹点水就不得辣眼睛了。哎，小飞，哎，别别，来，地址我都发你手机里了，一定给我送。这个还是我来吧，这个饭点人这么多，小黑忙着呢啊，你要把地址发给我。送好啊，慢慢送啊，里面我做了很久的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啊。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吧。哎，服务员服务员。哎哎哎哎，哎你好，好嘞好。行。是吧？哎，木耳感觉挺好的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我。哦，你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嘞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就是钱小燕？对，我是。你是个教官呢？海星给你的。谢谢。哎，你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就这些是吧？行行行，今天多送你们一杯果汁，每人一杯啊。吃好了。噔噔噔噔，牛肉很好吃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多少钱？我付你。这个呢是给你的特供牛肉，无价。拜托不要送了，我不想无功受禄。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功德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我加油。我什么时候来的？辛苦了啊！早早怎么了？哎，我代理的邮轮公司啊，今年要进军国内市场，马上要组织一次上海到首尔的首航活动。哎呀，你这我也不好拒绝，但是我这手头有项目忙着呢。这样吧，你们先玩着，我有时间过来找你们。还说，开玩笑的，我每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呀？我现在什么情况，11岁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工作了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都热爱好几天了。行了，我先忙了啊，不说了。我决定了，咱俩今天晚上还是陪你吧。为什么？
你没发现你爸？你看他表面上说他这个让咱们走，不让咱们待着，其实他心里挺想咱们待在这儿的，挺舍不得的。没事儿，他一个人生活十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习惯归习惯，他不一定喜欢呀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善解人意了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算了，还得工作呢。没事儿，我电脑都带来了，你就别烦了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咱出事儿。你能不能别一直坐马桶上，看着怪别扭的。我去租床去。那护理床我还得租一天，两张。哦，好。哎，小侯啊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赶紧回去睡。没事没事，我俩再在这陪您睡一宿。那怎么行？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不耽误，在这也能做。你看这事闹，来来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别，您躺好，您躺好，您好好养身子啊，我自个儿弄。那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放心吧。慢点，慢点，这怎么下不去了？哦，把那个打开。好好好。哎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你看这事儿。你怎么那么晚还在这儿啊？我在加班呢。没有人。怎么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我在写侯总要的失窃资金调查报告。啊，我越想越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怕被发现啊。你听我说，你想想，他们现在发现什么痕迹没有？啊？没有。有什么证据没有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傻瓜。哎呀，不是，那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呀，这第一次晚上来公司啊？哎，你记不记得这公司晚上也没个灯？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恐怖。没有人，我觉得才安全呀。有什么？没有感觉恐怖吗？没有啊。不恐怖吗？啊？这第一次晚上来公司啊？哎，你记不记得这公司晚上也没个灯，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恐怖。没有人，我觉得才安全呀。有什么？没有感觉恐怖吗？没有啊。不。
干嘛？配合我一下，你连反应都没有。哦。啊！配合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吓我一跳。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儿，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妈呀，要不趁别人还没发现，咱们把钱还回去，好吗？你疯了，小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？不是，你千万不能那么想。告诉你，如果你一旦那么做了，那我们俩只有我去认罪。你想不想我去认罪？你想不想他们抓我？不是，我不想。将他收好，走着。锁门。为了我。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小明，好不好？啊！夏如烟，真无聊，跟你这种走夜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快走吧。本来想走消防通道的，我这一看，哎呀，关灯了。哦，坐电梯吧。啊，坐电梯，坐电梯。不好意思，马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哎哎！哎哎，红娟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是一时冲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不是真的那么回事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能够任何人，你知道吗？别跟我说什么。你爸要是知道了，我就只能辞职了。红娟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就相信我。行行行。走了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小明，你没事吧？啊啊，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什么了？我，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刚才太着急了。我跟他解释了，解释。不是他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啊？我们是正儿八经谈恋爱的。他刚才看着我们在这偷偷摸摸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呀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是误会。哎，小明，你不能。哎呦，不想跟你说。哎呀，小明，好了，我求你了，小明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小明，小明，马勇这老哥深藏不露呀，看不出来吗？平时，哎，你说他这算是办公室恋情吧？啊，他身为一个高层领导，知法犯法。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发展一下，变成办公室无间道？哎，你说刚才是不是给他吓够呛？行了，
这个就是我定制的海城八号的施工方案啊。咱们大伙儿看一看，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建议，不同看法都提出来，都说一说。对，小侯总都说完了，来来来，大家都谈谈你们的看法吧。小侯总这个方案不错，用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建材。嗯，实施方案很合理，而且预算都控制在范围之内。然后呢？意见呢？建议呢？小侯总，您给出的方案理论上非常完美。但是这种材料我们国内没有使用过，必须要请国外的设计师亲自来指导。咱们的工人不会施工，要请国外的工人来施工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要请国外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话，那它的费用和周期可能会增加。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没有把握。那这个材料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通常来讲，如果用新建材的话，我们会把工人培训时间和返工的时间计算到工程的周期里面，但是这次我们没有这个时间。那你们说一圈，意思就是我这个方案不可行是吧？说话呀！哎，那个小豹，啊，你说两句，你看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啊，小侯总，这个新型材料呢，我也没用过，的确不太熟，所以我也不太好提意见。行吧，散会吧。你说这个小侯总啊，对呀，真是想一出来一出。建筑设计师月薪20000。小韩，小韩，哎，马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什么视频那么过瘾啊？总没看视频呢。走，侯总叫你。哦，好嘞。进来。哎，侯总，您找我啊？小韩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，坐。那个，今天那个海城项目会开的怎么样啊？坐。挺好的呀，那个小侯总，思想活跃，头脑清晰。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需要你直言不讳。我是说的实话，真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侯爵来挑头去实施这个项目吗？因为小侯总很优秀啊，您的眼光也非常准。错了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是为了要用事实来告诉他，他的能力水平根本就不够，所以他现在还达不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。我为了锻炼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现在这个海城项目啊，马上就要进入正轨了。具体的实施还是由你来主导。嗨，怎么样，侯总，您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等以后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你就知道这个爸爸不好当嘛。是是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小韩，好好干，有任何要求尽管向我提，公司全力配合。好，行吧，侯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小韩，你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侯总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说。啊，就是之前咱说的那个设计总监的事儿。啊，
设计总监，哎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啊，小韩呀。设计总监这个头衔实际上是个虚的，业务能力水平，这才是实的。你的业务能力水平，全公司上下谁看不见呢？那你需不需要我专门给全公司召开一个大会？我在会上，我说包小韩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啊，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呀。不，那个侯总，您误会了。我知道您非常重视我，我也真的非常非常感激。可是我说的是那个工资的事儿。当初您不是跟我说好了，我来了公司以后，竞标要是成功了，您就把我升到设计总监，然后年薪50万吗？这个事没跟你办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连这个劳务合同都还没签呢。啊，这太不像话了，还没签啊？马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当初我们把小韩请到公司来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怎么答应小韩的？是不是马上给小韩解决他所有提出的要求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赶紧问一下人事部到底怎么回事。人事部，我是马勇。这包小韩的合同怎么到现在还没签呢？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不是，但你们赶紧把这事给办了，否则明天都不要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侯总，他们说有几个人请假了，而且最近事儿特别多，所以事儿比较多。事儿多是理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如果包小韩这个问题不把它马上解决了，人事部所有的员工，包括你在内，全部给我滚蛋！别，那侯总，他严重了。小韩，担当抱歉，对不起。不是，马总，我对不起。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分小韩的心，明白吗？小韩，哎呀，刚才我一激动，这心脏你看。您消消气了。哎呀，小韩，我跟你说句话，该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，一分钱都不会少。啊，海城项目现在已经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了，现在需要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成好了，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来，拜托你了。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亲自来解决。哎呀，侯总，好不好？我信。侯总您也放心，那个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好好干小伙子。哎，那侯总马总我就先走了。啊。侯总，你也别太为难他。他的事情我稍后我再处理他。你去吧，你去忙。像什么话，马勇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接下来看他的实施能力啊，他能力能达到，这钱就给。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，他还问我要钱，我没问他要钱都算好的了。喂，玛丽，你在哪儿啊？哇，我们这儿下大暴雨，我那破房子全部都被水给淹了。对呀，我所有的衣服啊、鞋啊、行李全部都被淹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这正开会呢，帮不了你啊。也不是，主要是我这儿现在住不了了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先住两天呀？啊，这不行，我这儿不方便，再给我会客呢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让我住天桥底下去吗？哎，不说了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我给他喂。喂，啊，什么呀？喂，包路。喂，侯爵哥哥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这下了好大的雨，然后我那房子太旧了，我家里东西都被淹了，最主要的是。我现在我家里住不了了，我不知道打电话找谁帮忙，所以我就给你打了。哦，没事，
我帮你在酒店看看房间，你先上酒店住几天，好吧？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是不是太麻烦你了？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那个，你给我发个定位，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回去收拾一点行李，然后我等你过来。好嘞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，我还带这么多行李。没事，你说你有困难，朋友不帮忙，谁去帮忙？对不对？没事啊。这儿来，房卡。OK。来，快进来。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！哇，我从来都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。这还是无敌海景房啊，太棒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过来帮我扶着门，快点！太开心了，扶住了啊！侯杰哥哥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喜欢就行啊！而且，从来也没有人对我像你这么好过。那你就别跑了，你看，要不先洗澡，早点休息。洗澡？那再去是不是有点不方便？我说你累了一天了，去洗个澡，早一点休息。嗯。你自己。那，你别想歪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对对，我想歪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休息了。好，赶紧休息吧，啊，累一天了。快走吧。拜拜。侯爵哥哥，你还会来看我的吧？来看你啊，肯定来看你。快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没有同情心呢，你就不让人可怜，知道吧？我不需要，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过成什么样，都不会麻烦别人同情。那是你太强了，你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么辛苦啊！好像你知道似的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慢走啊。现在内部调查都结束了，放心吧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而且我还给侯志荣看了，他也非常认可。真的？真的，他说了你一堆好话，他挺信任你的。哎，小敏，在你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啊，我是觉得。你很有必要啊，上几个相亲网站，还得找几个人真的见个面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担心警察怀疑我，还是怀疑你啊？你想啊，你是公司的会计啊，公司的钱你都过手了，你说警方会不暗中调查你吗？
我是公司高管，那公司的内容我知道的最清楚，当然也少不了啊。如果对你的怀疑是一分，那对我也是一分。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在暗中交往，那对我们的怀疑就直线上升。但是你去相亲的话，不就证明你是单身了吗？那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利益和动机。那我去相亲也不吃醋啊。我让你演出戏给他们看，又不是真的去相亲啊，傻瓜。哎呀，小敏啊，小敏，相信我。还有啊，你从明天进公司开始啊，就假装生病，一个月以后就可以辞职了。那你呢？你到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想熬他2到3个月吧，在刘铁豪出狱之前，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。真的？真的。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哦，五哥回来了啊！慢点。哎，哎，五大哥你回来了，你已经长得真帅呀！哎，老五回来了。哎，哎呦，五大哥，你干什么呢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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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边。好，学什么呢？慢点啊！好。爸，你这。哎呀，一个星期没回来了，都是灰，太乱了。哎，放哪儿啊？你们坐，你们坐，我来，我来。你们坐。放地上吗？叔，叔，哎，您别忙，别忙。哎，就我来就行了。哎，十一，你照顾好这个小猴。别，十一，把你爸架走。你刚来，我来，摸不着门。等，哎，上楼去啊，晒太阳。那你把小猴照顾好。知道了，慢点。行了，你也别干了，也不会干家务，我来吧。我不会干，我会学呀。别动，别学了，别拦着我。这样，你上去陪我爸聊聊天，好吧？聊天啊？嗯，去。聊天行。聊天这是我强项啊。慢点，从这上。哎，叔，你怎么又忙上了？哎，小猴。你坐，我帮你弄。这一个星期歇着，我帮你弄就好了。小猴，你帮我把那门外面那个盆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在医院这一个星期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。应该的，不麻烦。这衣服都得。哎，来，叔，你怎么不找一个楼房啊？这到夏天多潮啊！哎，走。十一啊，倒想给我租，我不想给他添太多麻烦。像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听您这是有故事啊，叔。哎，小侯啊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啊。早些年，我跟两个朋友做生意，赔了个精光。那两个人跑到国外躲债去了，我不想做这样的人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把房子卖了，十一把车子卖了，也填平不了这个窟窿啊。现在十一每个月还得替我还钱呢，真是苦了十一了。你别看十一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他有好多心里的事儿都不跟别人说。当年他当运动员，拿了第一个全国冠军就受伤退役了，当保镖这些年受了很多的苦，要不是为了替我还债，他就去国外培训去了。所以投胎是个技术活啊，十一什么都强，就是投胎技术差点。您这么说，我觉得
十一挺好的，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个父女感情。那你跟十一换一换，让她也做做有钱人的闺女，过几天好日子。我没问题，您看她愿不愿意？什么我愿不愿意啊？哎，十一，聊什么呢？来，吃点水果。哎呀，方大姐呀，人呢人呢？等你多长时间了？来了来了，这儿你后面。你可真行，也太磨叽了。那等很久了吧？啊，能不久吗？看什么呢？啊？就你自己啊？不然呢？当然就我一个人了。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跟那个侯大少爷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那个好奇你的私生活啊。你看。万一要是有什么记者呀，把这个事儿扒出来给你们爆料，我也得知道怎么应对啊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算万一后来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再随机应变呗，不是还有你吗？啊，行，那咱们对外宣称还是单身，没有男朋友。本来也没有男朋友，而且我也不想自己的私生活那样子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你说对吧？啊、哦，有道理，反正也没人关注。哎，走吧，大明星，请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是侯太太。三节四十八，十六，九千四十八，两百多。你吧，还是要注意，知道吗？这个出拳的时候要有速度，靠近对方身体，这样才会。陈教官，你先走吧。嗯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追你啊。真的，钱教官，你穿迷彩服真的真帅。没有，我是来找你吃饭的。上次嘛说了，这次我请。走。你就不怕我把你吃穷吗？求之不得。我真希望你把我吃穷，因为像你这么负责任的人，万一真把我吃穷了，不得对我负一辈子责呀。你追我的方式就是耍赖啊？也不尽然啊，但还蛮有用的哈。啊，对了，他们啊都管你叫钱钱，我觉得以后我就管你叫小燕吧，亲切一点。你认真的？好，既然你是认真的，我就认真的回答你。海星，我们两个不合适，一点也不合适。你不符合我对于未来的那个他的要求，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在我这里，去找更适合你的女孩子。你这么帅，会有好女孩喜欢你的。那所以说，你还觉得我挺帅的呀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专捡没用的听，对吗？非也。看起来这句最没用，其实最有用。前面你说的都是你准备好的，那不算。人呢，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是最真实的，这叫潜意识。让你觉得很帅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其他方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加油的。走，吃饭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还有，不准叫我小燕。小燕，小燕，我爱你。
我这辈子认定你，我一定娶你，我要跟你过日子，我一定追上你，你跑不了了，小燕，我爱你，小燕，我爱你，我赖上你了，我爱你。哇，没想到这里阵势这么大。那当然，这个朗诵很火的，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的名额。麻烦您再看。好的。哎，到了，这次机会来之不易，你自己也好好珍惜吧。我知道了，那去吧，我走了。哎呦，今天天气好热。哎，你怎么穿那么多？没有啦，走，那边新开了一家甜品店，咱们去吃啊，好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吃那个牛肉火锅。哎呦，你少吃点吧，你脸都这么大了。谁呀？谁脸大？谁？高教官，都完毕。陆离，哎，全加油，向后转，起步走，立定，坐下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散打实战训练班，我是你们的散打实战教官，我叫钱小叶。你们钱教官好。今天我将给大家示范一下散打实战的基本技巧。好，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。这位学员，请起立。出列。严肃点。把握，
打我。我来了。大家注意看，注意学习。我来了，我真来了。拉比，过肩摔。截腿摔。这个动作，坐雪登鹰。回答正确。侯爵哥哥，我已经离开酒店了，你去结账吧。去哪儿了？侯爵哥哥，我到了个剧组。是吗？这个是我们剧组给我安排的房间。这条件有点艰苦啊。不过，为了艺术嘛，啊。什么艺术啊？就是一个网站的节目，叫《新人练习生》。就是十个女生被关在一起，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培训，然后拍下来播到网站上去，特别傻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想自己养活自己呢？哼，养活吧，好好养活自己吧。要是有别的可能，我也不想来的。谁呀？化妆了，2012房间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工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露露，嗯，头发真好看，发质真好。谢谢姐，我在头发上可没少下功夫呢，天天做发膜。嗯，我觉得花的钱比在脸上还多呢。真的？嗯。哎。那如果下次有要拍洗发水广告的，我可以推荐你去啊。真的呀？嗯，那就太好了，谢谢姐。不客气。姐来啦。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露露，你也认识那个网红豆豆啊？岂止是认识啊，我上次跟他在一个跨业活动上还吵了一架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明明我是 C 位，他还想抢呢。是吗？真看不出来。啊，喂，导演，啊，是我。啊？哦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嗯嗯，好嘞。嗯。啊，露露啊，嗯，导演说要把你的头发剪成短发，这样呢辨识度高一点。剪多短呀？什么？不能剪？肯定是那个豆豆搞的鬼。姐，你帮我好好跟导演说一下嘛，你就说，我就这个长度好看，不能剪。不行不行，那我怎么好去说呢？人导演做的决定，我总不能去反对吧？再说了，我跟这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。哎，露露，露露，
喂。同学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，我不想活了。啊？